嗨，小朋友，今天是上华文。那今天我们来学家人的称呼：爷爷、爷爷、奶奶、奶奶、外公、外公、外婆、外婆、爸爸、爸爸、妈妈。妈妈，哥哥，哥哥，姐姐，姐姐，妹妹，妹妹，弟弟，弟弟。以上词语呢，我们大家都会说嘛，都会称呼爸爸。但是，宝贝们学会写了吗？我们不仅仅要会说，我们也要会写哟。所以老师呢，要宝贝们拿自己的簿子出来练习写字。上三九宝贝们，你们都学会了吗？